现在更加可能，那场车祸不是意外，可能跟这个神秘人有关。最近楚宁也在帮方启亮调查那辆车。其实停在这里的是乱开走。但是我从德氏司机那里拿回来的记忆，应该可以拍到神秘人的样子。星期一晚上9点8频道，骤变，是由 Y Y Sense 神奇生物水20功效，Cielo染发液，Pohing。 以及收获不止重现肌肤自然美联合赞助。